今晚吃什么素吗？丝瓜大火快蒸，特别色泽碧翠，清甜爽脆，入口难忘。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营养成分流失，还真能品出丝瓜鲜甜的味道。这款碧翠蒜蓉蒸丝瓜做法简单，将丝瓜洗净，削净棱皮，切成约3厘米的厚度，排列放到碟子中，撒上刀切剁碎的蒜末备用。先将竹制蒸笼下的水烧至大开，马上把盛放好的丝瓜放进竹制蒸笼里，盖上盖猛火蒸1分钟。与此同时，把一小碗的生油烧开，待时间一到，立即揭开蒸笼盖子，淋上滚烫的热油，随后淋上配好的调味酱油，即可一尝这碧翠蒜蓉蒸丝瓜独具香脆爽口的风味了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希望有您的支持啊。